感情不嬲都唔可以勉强噶啦，最好就顺其自然。对唔住啊，点啊？你都唔中意我，唔好咁啦。等你好耐啦，你呀，唔鍾意 Daniel 啊？唔係啊，阿 Jan 而家佢唔開心啊嘛，咁我點解你一啲長進都冇噶？真愛係冇嘢可以交換噶，你太婆媽啦。我知，不過唔使不過啦，唔好再為自己揾藉口。真的喜歡對方就應該盡全力去爭取，不過決定權始終在你手上，你慢慢回去想清楚吧。喂 ，Daniel， 听日得闲得闲啊？好啊好啊，到时见，拜拜。真系中意对方，就应该尽全力去争取。其实我很喜欢你的。